一号。一号何亚荣。二号夏雨飞。三号冯月。四号于嘉乐。五号康雾梅。六号李妍妍。七号李明艳。八号秦克哲。前四后四，散开，向后一点。是的，是的，谢谢，谢谢。搬前腿，准备，起。不管是半年还是八个半月，其实在这期间，同学们都很努力。共振。他们也吃了很多苦的。收。弯旁腿，准备，起。控制。其实大家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啊，但凡有一个说的不对路的，面向三点，下腰，群起而攻之，对吧？下也可以理解。起，搬后腿，准备，起。收，面向三点，舒畅，下，转，横畅，前趴，起，转，舒畅。收。后面有的基本功和技巧考完就是剧目。四位转，准备，起。妈呀！一百多。第二次，起。蹲下，第二排，起，第二次，起，男生在最前面啊，男生在最前面两组已经考完了，第一排点翻，准备。起，现在是属于女生的末组了啊。好，收。太小声了，等一下，第二排。是普高声，普高声，大部分都是普高声。不行，加麦。不是啊，这个还有一组，还有一组，是还有一组。是啊。这是倒数第二组，第一排挥鞭转，准备。那个用场声音太大了。起。好，收。等一下。这是这一组的基本功。然后还有下一组基本功技巧和即兴，然后剧目。好，收。好，起立，准备大跳。第一组前二后二，准备。你是几号？四号在哪儿？起。
第二组，准备。起。倒踢，第一组，两正两反，起。第二组，这是二三届啊，二三届，是模拟考试，不是真正的考试啊。是的，普高生是很辛苦的啊。每一组的学员都是随机分配的啊，随机分配的，抽签决定的，都是有好有坏。快考试了，还是希望大家多给学员一点鼓励吧。第二组，准备，起。一号川帆，二号，竖着屏幕一会儿是拍不全的啊。三号，对，也希望所有的普高生都能取得好成绩，他们真的挺辛苦的。四号。大概都在100斤左右啊，100斤左右，可能是这个视频问题，拍出来的孩子们都有点超重。六号。七号。是的，这一行就是努力付出和结果是成正比的。八号。摔跤是很正常的啊，爬起来再来没关系的。其他技巧展示。八号。一号葛亚荣。是的，可能有点紧张吧。正式考试的话会的，大概率是会的。不过今天是模拟考啊，今天是模拟考。陕西省联考的话是在1月7号。二号向宇飞。对的对的对的，如果不能100%把握做好就可以不用做。是的，我们说的弄巧成拙嘛。
技巧串的话是有的，一般校考才能用上，联考的话一般不用。每个学员的水平都是有好有坏的啊，不是很平均的，而且是打乱顺序抽签进行。下下去。大概都是在1.65米左右啊，1.65米上下。因为紧张问题，可能今天学员有的没有发挥好。因为报幕的时候报错了。对对对，因为他笑场了。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啊，在考试的时候。一行牌，准备即兴。对，模拟考是23届的。还有8天时间，1月7号陕西省联考开始。桂篆的话是考项啊，是考项。但是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成圈成线，它可以作为加分项来使用的。联考是没有直播的啊，联考没有直播。是的，都是普高生啊，都是普高生。对，联考是属于国考啊，是属于国考，国考分为高考，这是不会直播的，这是肯定的啊。准备四排，3、4。现在是倒数第2组的即兴。下老师的视角吗？接下来是倒数第2组的剧目啊，倒数第2组剧目马上开始。在即兴的时候往前站一点是有好处的。来，子涵。快点，一号。即兴的时候往前站一点是有助于这个发挥的。就是打分的话，老师也喜欢那种比较愿意表现自己。你说你即兴，你表现自己都不敢，对吧？香云飞过了吗？香云飞在下一组啊，香云飞在下一组。即兴的话是一起考的，对。香云飞在下一组。
即兴的话是一组诗人啊，一组诗人。来，音乐，准备，三。跳向于飞的姐姐已经过了吗？向于飞是个老剧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一会儿我接。荣花卡了吗？没有吧。应聘简历的话可以私信一下啊，可以私信一下。咱不招兼职了啊，不招兼职了，我们只接受全职啊。三月，对，小春三月。小春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小春三月，我也忘了，刚才忘了那个钟老师。铃鼓啊，三二一，不是铃鼓了，热巴鼓，热巴鼓，不好意思，下面是热巴，热巴，是不是？跳完，今天是模拟考，模拟考都是跳完的啊，模拟考都是跳完的。
Thank you.
李艳，起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就是美啊。是的，就是美啊，就是美。高考艺考啊，高考艺考，大艺考。现在是女生的最后一组啊，女生的最后一组。这一组的往后退三步，王浩整体能高一点。一号张新蕊，二号杨启平。三号刘湘，四号刘佳妍，五号严养生，六号王琴，七号高月瑶，八号周嘉亮。前四后四，两排三开。搬前腿，准备，起。控制，收，搬旁腿，准备，起，控制。手，面向三点，下腰，下，起，搬后腿，准备，起。后腿也是必考项。面向三点，舒畅，下，转，横叉。是的，今年的考生。前趴。二十三届，一月七号就开始考了。起。转，竖唱，收。男生已经考过了啊，男生是最前面两组。第一排，四围转，准备，起。结尾是有的啊，结尾是有的。第二次，起，好，蹲下。第二组，起，
第二次，起。二组一号就是那个向云飞啊，二组一号。来，第一排点翻，准备，起。好，收。八位重不重要？蹲下。第二组，起。对，思维转的话有两次机会。走。第一盘，挥鞭转，准备。陕西省是这样的啊，陕西省是这样的。起。这里，好，走。这是普高一考生。蹲下。第二组，起。这是一考生，但是都是普高的啊。走。所有人起立，准备大跳，第一组前二后二，明天是没有的啊，明天没有的，每周模拟一次，从前一号二号三号四号都是模拟，起，一正一反，第二组准备，起，第一组倒踢，两正两反，准备，起，第二组准备，起，第一组停转，准备，起，第二组准备，起，翻翻一号，二号，明天不直播的啊，明天不直播的，每周六的下午是我们的模拟考，三号，四号，
六号。七号。八号。其他技巧展示。这个的话有一米六啊，一米六五。这一组都是在一米六五以上啊。这是高三啊，高三的艺考生，还有几天就要联考了。今天是模拟。是的，是的，二三届啊，二三届，一月七号考试。红衣服女孩，红衣服女孩今天还没有发挥好啊。怎么突然这么多人？最后的话有一米五啊，一米五。黄衣服女孩二号，二号条件好一点。对，陕西省是比较晚的了啊。一五九的身高吗？一号来。一五九的身高可以的呀。你是陕西籍还是？来，准备即兴。啊，现在是即兴啊。多往后退一点。不要前压啊，不要前压。163不算啊，163不算啊，163算是中等身高。